款呢，它算是全直筒的部分，一样包金边的扣子，为什么呢？让大家洗涤的时候比较不会散开跟坏掉。这个腰围我觉得还蛮宽松的，臀围大概也是到小 L， 穿起来我觉得相对的不会那么的紧，比较舒适一些些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。很多的三条线都是车在线的中间或是线后，我们是车在线的前面，看到了吗？这边有条线，口袋切齐的前面，这块料子我觉得蛮挺的，所以它不会让整个就是粘在屁股上的概念，所以不论你去运动啊、活动啊，或者是啊你要蹲啊、坐啊、动作的啊，都是非常舒服的。那我觉得黑色的话是车白线，完全撞色，所以你会发现哇，这两条白线非常的亮哦。这款长度我觉得蛮好的，运动球鞋穿起来完全不落地。车线刚刚介绍过了，口袋的前侧，所以会跟一般你去买所谓的运动品牌的三条线、两条线，为什么我们的还是在更显瘦的原因就在这里。长度、侧边整个大小我觉得都非常棒，所以呢整个来去运动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。